我们关注到呢，近期呢有一些我们的网友的确是存在这样的担心，也是因为岛内有一些网友呢提出了一些非常这个挺恶毒的一些想法。那么呢，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呢，大陆呢是一向禁止在动物的养殖过程中使用莱克多巴胺，也严禁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肉类产品。同时呢，因为台湾地区呢有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等疫情，为了防范疫情传入的风险，大陆是严禁台湾地区生产或者由台湾地区转运的肉类产品输入的。为了防止有关肉类产品从台湾流入大陆市场呢，近期呢，大陆有关部门已经加大了查验力度。已有海关呢，从台湾寄往大陆的邮包，或者呢，从台湾入境大陆的旅客行李当中，发现了一些肉及其制品、含肉食品、含肉调味品等等，比如说肉松、猪肉脯等。这些呢都已经按照相关的规定处理了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就这些呢是进不来大陆的。如果消费者发现市场上有来自台湾地区的肉类产品，可以向当地的监管部门来反映。我们呢也请广大的消费者通过正规的渠道来去购买进口的肉类产品。